羊头。眼睛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养养花，羊舌头，这舌苔把它去掉。牛骨髓来了，我先说一下啊，我买的牛骨髓是这样的，它是一袋一袋的，然后里面都是中段，都是油，它不是什么鸡蛋糕，都是真的牛骨髓。我们开吃吧。有缘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，我是来自福建的丫丫。如果不讨厌我的话，辛苦大家一下，把上方红心加号点一点再走。丫丫在这里谢谢大家啦，感谢你们。大块，大一块。拜拜，下个视频见哦。嗯，香辣牛骨髓。
今天来个种子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羊骨髓来了啊，
拜拜，下个视频见哦。牛骨髓，上头了，超大号鱼肥油，最后一个先来吃个酸辣粉，我这就加了个荷包蛋，加了几个香肠，哇塞，我吃的是这个陈薯家的酸辣粉，这真的超好吃的，它一发六桶哦，一箱是六桶，真的超好吃。真的满满的一大碗，我这一碗的话就是这个一桶的量，就是这一碗。纯正的红薯粉，汤也超好喝的。
里面有花生，有蔬菜包，还有一包豆皮。这个酸辣粉是真的很香很香。这是我目前吃过的比较好吃最好吃的一款吧，目前我自己觉得是真的很好吃。想尝试一下的话，小鸭把链接挂在那里，你们自己去拍啊，我不随便上链接的，我觉得好吃的我才会上链接。这一款连汤都很好喝，很香。拜拜。香辣牛窝骨。路过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你们好，刷到就是缘分，我是来自福建的小鸭，如果不讨厌吃播的话，辛苦大家把红心点点或者屏幕点两下再走，喜欢就加加关注，小鸭在这里感谢大家啦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感谢。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麻辣鸭血，进来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你们好，刷到就是缘分，我是来自福建的小鸭，如果不讨厌的话，辛苦大家把上方红心加号点一点再走，小鸭在这里感谢大家啦，谢谢你们辛苦啦。路过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你们好，刷到就是缘分，我是来自福建的小鸭，如果不讨厌吃播的话，辛苦大家把红心点点或者屏幕点两下再走，喜欢就加加关注，小鸭在这里感谢大家啦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感谢。